我们的早餐送来了，看看，这是华姐的早餐，华姐要的健康早餐。嗯，哦，这里面就是鸡蛋、鱼块、蔬菜、水果，一人一杯果汁。嗯，然后我看看，这是我的，这是美式早餐。然后这个华姐手里的这个面包，主食。除了两杯果汁，还有咖啡，还不错啊。嗯。简单的早餐，分量还可以。早上就适合喝黑咖啡，一天的精神饱满。来吧，我们先干一个吧。好的，干杯果汁，碰一下。早上好。这果汁味道不错哎。味道很好。今天是我们在巴厘岛的最后一天啊，所以昨天呢，我们到了这里以后，订了一个两层的这种小别墅，然后休整一下，好好的再享受一下。对，明天我们就要离开去老挝了。对这个有兴趣的，可以看上一期视频啊，上一期视频我们介绍的比较详细。今天我们就主打一个在这里放松休闲。哎呦，这里唯一不好的蚊子超多，蚂蚁多。我身上两个腿啊都被叮满了，身上两个腿，真的，它这蚊子太多了。哎，这鱼肉不错啊，是吧？尝尝。好，没刺儿。他们来清洗这个泳池了，每天都清洗一下，因为是露天的，上面会掉一些小虫子呀或者树叶之类的。而且我刚跟他说让他把水放浅一点，这个水有点深了，我昨天下去都垫着脚尖到我的那个脖子了。还可以，他现在这样子把水就放掉一点，放水。哎，他每天换换水还挺好的，而且这个地方感觉它是活水，一直在往外出水。对，他要把池底下擦一擦。昨天我们去超市买了一堆的吃的零食还有喝的，就为了今天在这好好的享受。华姐去拿泳衣了，我们一会儿先在这里面泡一会儿，游一会儿，玩一会儿，然后呢再出去逛一逛，在酒店的外面的泳池再游一会儿。今天舒服的一天，可以，水池的水也下去了不少啊，昨天它都跟上面都快齐平了，这下去了差不多有一个15公分左右了，水还是很清的。下，有点害怕，这会儿都已经12点了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没有照上阳光，这水可能还有点冰，得慢慢的适应。哎，太冰了，感觉。我昨天下水的时候也是。我昨天下的时候在适应了好长时间，一点一点的，还是太冰了，感觉。他这个没有给一个过渡的台阶，就是从那么高一下就到底了。你小心点啊。我还是有点不太敢下。我去，太冰了，受不了，太冰了。需要适应。我觉得我要抽筋了。慢点啊，先泡一泡。对，你先适应一下。需要适应一下。它这个水池子有点深。看着我都觉得冷。承包整个泳池的快乐。下去的时候把我手抓一点。我害怕别那个啥了。我俩水太深了。我都够不着底，你看到不？够不着底。往这边扶着点。哎呀，我下来了，但是我下来了都感觉到这个水有点凉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天露的少嘛，可能还没有晒到，我估计华姐下不来，要不然我们先去外面游吧，外面的那个可能太阳晒的时间长了会好一点。对，外面游完再逛一会儿过来回来游。哦，你知道它这个台子有多高吗？它没有台阶的，我上去都得坐，我都上去都得撑着上。哎呀，小心点！我去，
这给的吃的太夸张了，真的是。带大家看看我们这边的环境，啊，这里每一个小房间就是一个小别墅，只不过他这边的别墅是那种就是我们房间那种两层楼的，他另一个院子里面，这也是退房了的，他另一个院子里面是还带独立小院的，但是房间就是平层的，而且那个房间的环境呢就没有这边的环境好。这是院子，他的院子不是特别大，啊，他的这个小院不是很大，但是有泳池，但这边的水一直晒着会好很多。然后从那个里面进去，就是我说的独栋小院的那种别墅。你看他的这种床像不像我们新疆维吾尔族家里的？嗯。但是那个就是很宽，他这个比较窄。啊，这边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那种独立小院的，独立小院的房门就是这样子，进去以后就是那种很古朴的那种用门栓的方式。啊，独立小院就是这样的。哎，这个应该是退房了，参观一下，看一看，看，啊，他的那个这种独栋小院的，就是这种。你看他这个就有台阶，对，啊，然后在这坐着，这可以游泳。那还他的浴缸是在外面，我们的浴缸是在卧室里面嘛，嗯，啊，然后呢，他这就是有一，他这里面就只是这一个房间了。我们两层楼的就是房间里面感觉更好。啊，然后就是没有小院，所以各有优缺点。但是我们订的时候，这两种房型价格是一样的。我还是挺喜欢咱们那个客厅的，然后二层楼的那个卧室也更精致一些。哎，这个水应该就没有那边那个凉了。哎，这个水就好多了，啊，你可以下了。比刚刚那个好多了，还凉。但是这里就是要直射太阳，好晒，但是水可以。往边站。嗯，站到这边上。因为刚刚学会，其实对水性还不是很好，嗯，所以每次下泳池还需要再找找感觉，对，游一会儿就好了。之前我刚学会这种蛙泳，但是还没有学会抬头蛙，今天试试在这能不能把抬头蛙学会。嗯，哎呦，可以了可以了，还是沉下去了。还是热乎的，这跟我们那天在那个街边买的那个像春卷一样的很像。还可以。我们回来了，外面的泳池这会儿太晒了，我都快把我晒秃噜皮了，结果一回来就掉了好多树叶。对，这树叶天天都在掉。我先把树叶捡一下。你直接给它啊，往那豁出去。我刚刚学那个抬头蛙，好像会了一点点，还是不熟，所以游起来非常累，比蛙泳感觉累好多。对，对，得要使劲蹬。可以，还可以吗？可以，哎，不错，同手同脚要，你没有同手同脚。哎呀，哎呀，可以，哎，可以，有起码算是能抬起来游了。对，虽然还不熟。哎，在这有，在这有个好处是不晒。对，不晒，我刚晒脸扬起来，嗯，把脸都晒秃噜皮了，我觉得。哎，对。待会儿把羽毛带上，给你们玩一个我刚刚自己学会的那个漂浮。嗯，对，把羽毛给我。好。哎，玩一个啊。
慢点啊，小心有台阶啊！哎呦，那飘台阶上去了。哎，我飘起来了。看，可以漂浮了是吧？哎呀，可以可以。哎，我怎么上台阶了？对呀，我跟你说个，能到台阶去了。你起开。慢点，慢点啊。腿要上来啊，然后小腿要屈下去，对，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不错，看你这样就飘着了，嗯，嘿嘿，好玩，可以呢，我在视频上学的，可是我没有学会咋样翻身呢，那咋办？把手给我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我看我能不能游，游到岸边去。啊，你可以游到岸边，然后一浮就起来了。过来，过来。起不来了。已经到岸边了。够不着。够不着？那游我这来，游我这来，我拉你。不着急，慢点走。慢点。还是得落水起。只要会落水起就还可以，我觉得啊、嗯哦，就不担心不害怕。哎呀，再试试我的抬头蛙。嗯。哎呀，我觉得游泳玩水好有意思呀、啊。挺好玩的啊。啊。可以，这个抬头蛙现在练的还不错。学会了抬头蛙的好处，就是不用戴眼镜和泳帽了。嗯，唉，先遮着点我，省得又有人截屏。笑死！哎，怎么样，黑了？反正也是透光的。对，抬头蛙就这样就好。哎呀，这抬头蛙我看来我是学不会了，还是失落。掐掉。要有仪式感是不是？放到高脚杯里。嗯。哦，这个漂亮。这感觉太舒服了，嗯，这就自己有泳池感觉就很好啊，对呀，好轻松惬意哦，嗯，你的胳膊腿简直是相差太大了，是吧？你看好多人都说我们晒不黑，看一看，黑吧，嗯，对，给我喂一个，好呀。哎，我这一闭嘴咋是空的？以为是扔到水里了呢。哎，你逗小狗呢吗？笑死了，坏了，牙姐太坏了。我刚以为掉到水里了。牙姐好坏，你下来呀！你下来呀！你下来呀！你下来呀，宽整个书。哦，好玩好玩好玩，干杯。